完的。对，刚刚到的啊，刚刚到，刚刚到，刚刚到。我是觉得，可是你这种年纪不先舍不得了吧？可是我觉得有它的原理在。这个是鸡尾的哦。像它测，像这里那个测黑点的，它打几次以后，那个黑点再测有消失。哦，嗯，就看看嘛，看它就做实验。对，杨医师在看我那个黑点，跟我讲了。他就是我线上的，我实在太辛苦了。他师傅，你多少钱？你应该哦，那个什么归纳总结几句话就好了。你也听他讲太多了。看看，说最大的问题啊，那个睡眠、结合肝脏的问题，那其实来自于压力。那在你的背后为什么那么多的负向能量？那说到这里，通常说有一些成长过程当中，成长过程当中。哎，那我很多哦，因为我们失恋过太多次。你要刻骨铭心吗？你再听下去就不行了。不是，没关系，没有这样子，你有时候还可以喝就对了，反正直接不要有话，不要有那个用药就好了。哎，喝喝看啊，博士喝喝看，看看台湾的这喝这个会不会有感觉？台湾的茶汤会放农药。都有啦，我们昨天去看那个郭校长，他说不可能没有啦，台湾的茶一定都有，全部摘那个是不是森林里面的自然长的？啊，这个就有啊，摘的叶子啊，你不去采茶吗？我们有我们采了一点点，不多了。可能哎，你现在有味道了。好像有了，他喝的茶都喝很浓，平常他但是这个已经大概是这个不会很浓啊，加水到第五次，这个不会很浓啊，这个这已经是茶是能量了，他要喝有能量的了，真的，他要喝有能量的，是只有一种茶混在一起，对，这个是千两，只有千两吗？纯千两吗？纯千两哦，对，哎、欸，但是我好像有喝到有好像有别的味道。可能杯子不能那个壶啦，壶里面有了，他不小心混到了。我用五克呢，我没有，也算蛮高的。来，五克不算多了。这个是不是香闷的？这是小壶哎。对啊。香闷的，它没有味道。还好啦。来喝这个看看。哦，这个哎，这个像赛红哎。这个台湾的红茶，对啊，这个像像红茶呀，我这个不错呢，哎，这个红茶相当好呢。现在请你们喝这两颗里面来品茶。不，哎，这个红茶不得了哦，这个对，这个一看就知道了。等一下，这个红印呐、啊，这个红印呐、啊，你 看。哦，这个红茶不得了，这个红茶，哦，不得了，台湾的、哦，台湾的。换上杯子。啊，你都没有从开始到现在都还没有杯子啊？我说我要带回去，还要带回去的啦。不错不错，这个一看就知道好东西。还有这个，哦，这个也是，这个是滇红。对，那这个也是。这是滇红。滇红。嗯，这个滇红。哦，喝了千两香，马上打嗝。对啊，整个背都热起来。对对对，颜色这么淡哈。不是，它就是这样子。这个是红茶。赛红。这是台湾红茶，这是大陆的。这是有烘焙。就是、你跟我讲那个赛红。哦、赛红是这个。好赛红。赛红。赛红。好，先喝你的，再来喝这个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没关系呀、啊。这个最好的。因为要给两位前辈来看看这个。这个两个茶，你们都跟你们有关系。真的、哦。我要让你们喝喝看，这到底是什么样的。等一下剩下我就把它丢在我这边了。都跟你没有关系的，真的有关系哦。喝的没关系，哦，运动完只是解渴，不点所以。那你要喝吗？要啊。喝，要喝。这不是好茶吗？好茶了，可以了。闻一下，真的，闻起来很棒哎。闻一下很香，刚刚好第一泡哈、要把它哎涮一下。要把它哈，就是要洗一下，所以要这个要洗一下。来，对，你们闻，一个香闻。我已经闻过了，闻了就想带走了。这很香啊，这一个。对对。那个好香哦。我来。那个红茶好香哦。哎，他说喝这个喝不出味道了，糟糕，他喝不出味道。哇。你确定要带这个吗？啊，没有要喝我就带走了。
我们等一下还有茶，还有别的茶，你不能混在一块啊。没关系，我都随便，那只是那个是运动完再解渴的而已。